什么？代表什么？我们的小腿是代表我们的肾经，我们的肾不好哦，就是我们的小腿没有力。有的人走路觉得上面很酸的来了，尤其是年轻人，瘦瘦他们的年轻人，尤其是特别的年轻人，他们走路走不远的，他们脚很酸的有吗？有吗？没有啊？没有，你一定的，他们腿啊小腿很酸的。你们是没有穿，是因为我们什么走路上？你发现那个人很少走路的，除了双臂不酸啊，双臂因为你看东西，你买东西你很开心的、啊，你会忘记你的脚酸。可是你走完的时候，你好像不能回家了。哎呦，我这边今天我走了很久，对不对？双臂的时候有感觉，可是你回到家的时候，脚很痛很酸。双臂不酸啊，双臂不酸啊，因为平常走路啊，走路要走八三八才酸。小腿是代表我们的肾经，可以好吗？所以每个人都有用。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脑的时候，刚才是昨天是讲肾脏，脑这个是一个洗肾，它是已经洗了四年的肾 ，OK， 它的脚已经没有力了。他很痛，整身痛，而且不能什么，他不能走路，他不能自己抬单脚起来，他不能，床要下来他也不能，他必须人家帮他扛他的脚下来，这样扶他，慢慢坐轮椅，他已经坐轮椅，他已经洗身四年了，来，他只是用了昭玄十天，你们自己听听看他到底帮了他什么 ，OK。没有声音，华文来嘛？华文啊？这个是华文吗？啊，这个是华文吗？华文多咯。可以吗 ？OK， 所以呢，我们身边很多人有面对这样问题，对不对？肾有问题，洗肾还是打针了，所以你们必须要照顾。OK， 走。这个人他用了四年时间，到最后啊，他的老公买轮椅给他，他的老公他买电动的，知道吗？说电动的这表更贵了，所以他是面对了这个问题过后，他就好像人很绝望嘛，都不能走路，什么东西要靠孩子靠老公，都很累哦，很累的。所以你们昨天用昭玄经的时候，有用的人你们就很明白，啊。还有除了这边还有谁用？啊，对，新朋友，怎样？有什么感觉？
这个门。不不啊，哎，我是说原则都跟你不对的嘛，啊，那对嘛，你想怎样办？那当然，啊，那当然是想办法了，那所以呢，那就找一个，啊，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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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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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affect到，还有一个来，我们给你看，谢谢 Angelina 提供了的这个两个的，因为你们都要去用啊，你们每个人用哦，你们去拿效果来帮更多的人，没有可能你用了你们没有效果哦，就你们要提供你们自己有效果，这样可以帮更多人，好吗？这个是 Angelina 老师他的一个另外一个顾客，他是要去洗身了，因为他的尿膜很多泡泡。尿已经，他的肾已经不能再做工了，所以他已经很多泡泡。他用两天的造血罢了，他的尿蛋白没有了，而且他的整身不透气，他可以走路了，也是给我们造血的这些男生。这是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说我们普通人要去保养，其实有生病的人都可以帮得到了，何况我们，对吗？我们都有到这样地步，难道我们要到这样地步我们才来用吗？对吗？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去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有问题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活在 chemical world， 我们吃每样东西98%都有化学了，菜市场的菜全部都有农药，或者来自叫什么农药，还有防腐剂，我们吃的东西，你走进 supermarket 你要买的东西，我告诉你90%全部都是化学物。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天然呢？我们不能天然的，我们去巴萨买的菜鱼肉全部鸡都是化学的， agree 吗？啊，现在在自己种吗？自己种吗？现在有没谁有空在自己种的有几十个？我看，现在我睡觉都没有空，还要种啊，没有空的 ，OK？ 种水果也要种水果，种水果啊，来 ，OK， 这一组精油重要吗？重要，这什么重要？你有吗？啊，有吗？精油，我告诉你，这一组精油就像你家里的医生 hospital 你的，我每次讲这组精油是你家的 clinical 你的 Sunway hospital， OK？ 因为什么？很多的病症都可以帮到，最重要我们不要等到生病我们才用它。平常我们保养生理治疗，你再好好一点一点用，尤其年轻人，你们现在用，当你们40岁，你们50岁、60岁，你们看到像20岁了。假如你要等到像我们50、60岁了才用哦，哎呀，年纪太寂寞了哈，多的是白发在我了的啊，所以你们不要等的这样。所以这组精油里面，昨天我不是讲吗？医学你要用。抽血做 X-ray 做 MRI 才知道你的健康问题，对吗？可是他的解决方案是给你吃药打针开刀，中医不是两个手指吗？对吗？很厉害，他只是打你的脉，他可以知道你身体哪一个部分有问题，包括你的哪一个地方有生瘤，他也可以知道。我们中医好料吗？好料。可是我们的这个是怎么讲，按摩药用，我叫就是西方的中药 ，OK， 它也不需要仪器，它只是需要你10个你的两只手放上去，就可以测试到你测试 scan 你什么的健康问题，是不是比我们的中医
因为中药很好，可是中医很好，可是中药没有帮到我们呀。不是没有帮到，因为可能和有危险性嘛，假如放 steroid 在卡修里面，对吗？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你只要用两只手指放上身体的精油，它可以测试到你身体的健康和你的身心灵。OK， 明白吗？所以还没有做过这个测试的举手给我看一下。全部人做过了啊？很棒。哦，这边两个没有做过。两个还两个。做过。还有谁没做过？全部做过了啊。啊，没那边的。哦，前两个没有做过票，我们两个是朋友，好，等一下，等一下，帮你做它 ，OK。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西方的中医 ，OK。他用两个字，只要你拥有这一组精油，我们都会有教怎么去更加看你的身心灵，测试健康。你们要学吧？只要你有拥有这一组精油，你们就上我们的课程。只要你有这一组精油，你们开始可以做这个事业了 ，OK 吗？好吗 ？OK， 所以人是不是需要氧气的？ 对吗？那有氧气哦，是白了的呀，对吗？我们人需要氧气，可是植物需要什么？二氧化碳，我们吐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人跟植物哦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会分开的。可是现在很多人砍树嘛。很多人家里都有种花花草草的，其实我们需要很多氧气的 ，OK？ 所以我们跟植物还好，我们精油 ，OK？ 精油会补外我们什么氧气 ？OK？ 来，精油是什么功能呢？精油有三大功能，啊，这个是杀菌。什么叫杀菌 ？COVID 的时候，很多人中 COVID 是细菌吗？对吗？对啊，它会帮我们杀死细菌。什么菌病毒它可以帮到帮我杀菌排毒，什么叫排毒？很多人在外面有刺进做观察，对吗？排肠的毒素出来有吗？好像刺那个代餐啊，这些肝胆排毒啊，对吗？还有什么排毒？除了这个我们身体的代谢出来的从大便，还有什么排毒？断食排毒。嗯，断食。断食，对，但是食疗的，还有流汗也是排毒，对吗？你们每个人都没有 exercise， 昨天都没有人举手，对吗？所以我现在很少流汗了，排不到毒。OK， 这个毒呢，它会从我们的汗，我们毒素从汗尿而分出来，这个三大排毒。除了一个毒素最难排的是什么？知道吗？心灵，对，心灵毒素。什么叫心灵毒素呢？所以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心灵毒素？很多负面的东西，不开心啦，有时我们觉得忧郁，可是忧郁你又不知道忧郁什么。好像 Edison 哦，他不是忧郁，他不开心吗？ Big check 啊，叫 content big check 啊，等于 content 比较怀疑的，这个是心灵的慢慢累积。假如你们就照顾好，慢慢累积，你觉得这样多忧郁真值得？其实忧郁症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脑部缺氧 ，OK， 脑部缺氧而导致我们越来越不开心 ，OK， 所以毒素能排出来，只要有这一组的精油，它就可以排出我们身心灵的毒素 ，OK 吗？我们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在台湾，这个小孩子他九岁的孩子，他学校放学回来，他放学回来他就等巴斯拉，他没有回来等巴斯拉。他说他没有来，全部学校的人回答完了，还没有人，还没有人聊，所以有一个哥哥就走过来，他小妹妹，你们学校厕所在那里？他说在后面里面。他讲说，但是哥哥讲叫你带我去可以吗？那个女孩子就常常带他去，这个男生就强奸了那个小女孩，说强奸的小女孩，小女孩很怕对吗？他回到家，他一关关脚就跑去楼上，嘣，他的门关后，他就没有讲话了。所以没有讲话，他的妈妈就问他，就问他，他什么话都不讲。所以隔天的时候，他的妈妈朋友就拿了这一组精油过来，跟他讲：“哎，我要做功课，你可以帮我测试吗？我要做功课。”他妈妈说：“做了测试。”他说：“哎，你拿着这油哦，讲到你对你的家庭里面的很多烦恼哦，你这很多在家庭的事情，就讲你有吗？讲有喽。我昨天我的女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她。”
回来了哦，他就没有讲话，不知道什么的，就很不开心的样子。讲叫女儿下来，我做一个测试给他，就带女儿下来了，要做那个精油测试。这个精的女生，这小女孩呢，测试过后，她精油里面全都身心的做，她已经里面哦讲不出话的东西。说的这个妈妈的朋友就挑了一个100ml 的精油。叫他妈妈用10天，这个100ml 一定要抹完 ，OK？ 所以妈妈就跟他抹了，就用他抽出来试纸里面，就调在里面跟他抹。那没有，抹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开始讲话了。他妈妈就问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讲说，那一天他给了一个哥哥强奸，所以呢，就把他给报警的。这个女生她就开始排身心灵的毒素。他的脸肿到很大，哇，肿到上面眼睛像一个眯眯罢了。OK， 过后他妈妈就好了。这个女生，她过去被伤害的东西都放下了，都忘光了，都不在意了。这个小女孩变成一个开心的女孩，所以给我们几个掌声。其实你们身边很多类的，其实我也有很多 case， 就是心事情不开心，然后又好了，包括我自己啊。这个是方勋老师，是我的师父，台湾的师父。OK， 他们我学精油在10多年前哦，我不像你们在考名的，知道吗？我们在10多年前，马来西亚的精油不是很出名，因为刚刚人家起来用的。我进来差不多1年多，我都没有学过精油，我没有学过精油，我只是。偶尔有一堂的精油课，像你们这样学，我进来之后第二年才有开始学会精油啊。所以我在上个课程，我才学会用精油。可是过几年后，我才有去到台湾学台湾这个老师的课。这个台湾三方勋老师，他的加工，他们是开什么 breathing cup， 我们需要 breathing cup 的念的。你知道 breathing cup 那个我们去切纸的吗？对吗？因为有的纸要切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刀嘛。他的家母已经80多岁，那个晚上那个星期日，他不知道做什么，自己爬去玩那个门去的，不小心压那个板凳，那个杆子闯下去，他整个手吹到完。这个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针几多针呢？长，说把他，方军老师就快点送他去医院嘛，对吧？送了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讲说这个很危险，不能了，这个手要斩掉。方勋老师求那个医生，请你把它接回去。他说不能，假如这个东西很会细菌感染，很危险，因为它的伤口太大了，而且你的骨啊，那个肘子的骨已经吹到我了。他讲要紧，你帮我接回去，其他的我自己负责。你看，方勋老师对我们的精油，他信心极大吗？他说：“后面的我负责，你只要负责把我借回去就好了。”所以方军老师就求那个医生，后来医生就借了几个小时就把他手借回去。借了回去哈，他每一天就叫他加工，就每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直抹油，一直抹油。你看呢？一个月后，他的手哇好了。OK。这个故事还好，我讲给我的学生佩佩听。佩佩就是老公啊，这是佩佩的老公。他在11月4号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给母亲压到。OK， 你看哦，他的手肿到这样了吗？有不一样吗？可是啊，他只是用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好说好玩了，给我们今天的所以呢，你们看了这些的照片呢、啊，你们对精油还有怀疑的话呢，我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办法讲了。他老公这个佩佩讲什么了嘛？精油太好聊了，他第4天、第5天赶紧掏出来了，他给我掏出来，我说我掏在你几个老朋友在，赶紧掏出来，啊。所以讲哦，精油哦，我们细胞再生的能力啊太强了，它给你的细胞再生，
所以我当你在磨机油的时候，你这磨机油这磨机油，它帮你杀菌，所以你不用怕会发炎的。除非你有磨，它就会发炎。你有磨机油的话，因为它是帮你杀菌吗？它会发炎的 ，OK 吗？只要你要对我们精油有信心，不要一边忧一边怀疑，一边忧你好妹好妹，哎，你做个别人，你相信它就有，你不相信它就没有了嘛，对吧？可是这个植物是会帮助我们人类的，它没倒霉。看到手。我聊吗？不到一个礼拜，长下去你看什么事？没有，就是给它添毛了，把它提去了。嗯，那是给它添了。我跟你讲，你要对我们肌肉生气，要抹了第几天过后，我说佩佩，它伤口好了，你可以骨骼肌肉再用骨骼肌肉，因为你要给它的皮全部好些嘛。好的能动的时候，你再补它骨啦。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查调骨骼肌肉系统，你不要一下子很当开那个里面的，你要给他修复，因为开毛猫是我们植物的医生，他会修复，拉维达他会修复你的皮肤 ，D3 是杀菌，所以这两个你就会把它调理好了 ，OK？ 所以神经系统，今天我们讲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我们脑部。”孩子 ，OK， 小孩子。其实你发现到很多小孩子有自闭症、过动症，有吗？有啊。有哦，小朋友在家里啊，他在没有安心过的。所以现在年轻人要生先小孩啦，不要急着生小孩，调理好身体才生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当爸爸妈妈不供血的时候，生出小孩呀、啊，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小孩子面对的自闭症、过动儿啦、免疫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去救这小孩子呢？当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他底端的神经线，其实小 baby 出生的时候，他神经线还没有 grow 的，一年半过后才 grow 很多。这个两三岁的他才 grow 到密密麻麻，所以他们会跑、会走、会讲话。OK， 当这个神经线不完整的 grow 的时候。其实这个小孩子已经有缺陷的，可能他走路啦，可能很多东西啊都有面对问题啊。OK， 然后老人家呢，四岁的小孩子不能 grow， 老人家会断线哦。啊，为什么？我们用了很多辐射的辐射 ，OK， 太多你用的话都会给你断线，或者他这影响到全部都不能操作这个神经线。所以我们老人家会面对这些问题，脾气暴躁。Alicia 都没有老，他的脾气就变得被气了哈。所以你看呢，等到老了不是？所以现在人的脾气啊，很快来，都是脑神经的问题。所以你供血的话啦，其实你会把这个没有断线这样快。所以我们脑啊，为什么脑很重要？因为脑是属于脂肪来的。你没有看过，你去巴萨，你去北部卖猪肉，你看到那猪，它是全部白白的嘛，是吧？其实它全部是 fat 来的 ，OK， 脂肪来的。所以这个脂肪，我们要保证我们脑细胞受伤，还是脑细胞退化，还是某种的阻塞在里面，你要把它怎么给你的脑细胞健康起来？其实我们脑细胞需要很多 good oil。Okay， 所以我们脑很多的 essential fatty acid 它需要很多，所以当你很多你放你的脑很多油的话，好的油你的头脑就很健康。这里放很多的 bad oil， 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 bad oil， 煎煎炸炸的外面的是不好的脂肪，就会伤害我们身体 OK 吗？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很好的油来补我们大脑。今天大脑是面对这所有的问题，你看我现在啊，记忆力不能集中，这小孩子的问题啦，把他过动而自闭了。现在我们老人家也是啊，我们头脑也不能集中了啊，对吗？就好高血压，这个帕金森，这个全部我脾，这是脑。脾气啊，我们高血压，刚才我们高血压啊，都是脑部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阻塞我们脑的血管了。OK， 所以当 pressure， 你们自己摸看到你的头 ，OK， 你们的头。你会觉得一点烧烧的伤有吗？还是冷冷的？
我们，其实我觉得，哎呀，我停下工作，我不要把我老公去做生意了，我觉得停下来照顾他。OK， 那时候刚好遇见一个朋友，我在一个 restaurant 跟他见面，见面的时候跟我讲说，我说你要我说你要来我这个 restaurant 见面，他说我的儿子啊，你看他这边做工，当时他23岁 ，OK。我朋友就停下工来，就找很多学校的这些特殊的小孩给他去做 training， 然后每个月哦带他去 KL 什么，带他去 KL 做看医生，知道吗？所以后来的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我讲，我每个月我要花很多钱照顾的小孩子，他一个月花6000-7000块呀，只是顾他儿子们，给他去学校，他带他去 restaurant 工作。他还要付那个 restaurant 钱，看到？因为他去那特殊学校，他的特殊学校，他跟那个合作，跟他那个 restaurant， 所以他带他去工作，教他做什么，他还要给那个 restaurant 钱。OK， 所以我的朋友就讲，我说你要给他用史蒂夫嘛，我的公司的史蒂夫，我的针对脑部的，你可以 try 看嘛，讲可以不呢？23岁呢，他也希望给他孩子有一点进步嘛。所以他就买了整组精油咯，以前是20支卖了，所以买了他就给他孩子用，他想，哎呀，给孩子用，哎，我又要麻烦咯，我的孩子他爱睡不得 ，especially kid 他也爱睡不得，他不要他不能头发，他爱美，他说你可以搞定他嘛，然后去看他说，哎，为什么这样多头白头发？哎，你用这个油叫你妈妈帮你擦，你会变成黑头发揉起来的，他想 ，OK， 他又问 OK， 我说 OK。他就开始给他妈妈查了，他每个晚上妈妈给他查，查过了哦，2个礼拜我再回来的时候就问他，哎，你的儿子有进步吗？讲有啦，什么进步？坏蛋哦，啊，坏蛋，什么坏蛋？哎呀，坏蛋，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坏蛋。他再过了2个礼拜，我再回来就问他，哎，你孩子有进步吗？有，坏蛋。哎，你到底是坏蛋什么坏蛋？看见了，现在很厉害，硬化啊，看到吗 ？Special case 哦，不硬化，因为没有反应嘛，他的脑神经有 connection， 他没有反应。每次他跟人家说你去做什么，我肯定去做什么，他说我去做什么。现在我说，哎，你的学校带你去改变，你去楼上哦，穿3件的衣服来给我 check， 然后顺便整理你的 wardrobe。他还是跟他讲，我没有要整理你的 wardrobe 啊，不要东西拿出来了，给人家。我没有东西要给人家的，他不要整理哦。他妈妈讲我没有东西要给哦，他妈妈讲现在没有反应哦。啊，然后妈妈讲到以前他们一家就今晚上吃晚餐吗？他两个哥哥已经去了外国读书，因为以前那个二哥呢就招生了，就跟他睡在一起，变成两个哥哥就去外国读书，说他的弟弟跟他睡，他弟弟整天恐被什么？妈咪呀、啊，我被打喊了，他每个晚上没有睡觉的喽，因为自闭儿、过动儿，他们不能睡觉的。他想每个晚上啊起来玩喽，他要叽叽喳喳开个东西来，叽叽喳喳开个东西，我不能睡觉啊，很吵。说妈妈的，你放 diffuser 在他们的背中间 diffuse 给他们，给他 relax 他的 mind， 他妈妈就放给他们喽。那后来我就问他弟弟，叫你的。哥哥还有起来玩吗？不知道，我自己都没有听到了，他这个自己好睡啊。他告诉你哦，你不知道哦，你自己有问题。这个弟弟可以睡觉了，因为他听不到哥哥玩了。可是他哥哥有起来玩，没有知道啦，因为他弟弟睡了嘛。妈妈睡一个房间，他不知道。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告诉他。我这个朋友的儿子，他说。每一次我们吃饭，我们在车里，他没有 topic 的，因为他都没有跟沟通吗？他跟他会沟通吗？对吗？所以他是没有 topic 的。他的弟弟跟爸爸讲话啊，他妈妈常常讲话，他都在看灯光，外面看开车的外面看窗口外。所以现在呢，他我们讲车，他也有话题跟我们讲车。等下我们讲女孩子，他也讲女孩子。哇，他现在有 topic 了，他讲。所以你看，给我们经营这个，所以呢，这个经验很重要啊，它很重要。我们的手手脚脚哦，是 control 我们的。
我们要讲什么话都是 control 我们脑的，假如人脑有问题的话，我告诉你都 control 不到的。所以我讲的很难听，我没有叫他买哦，他听了故事他自己买。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讲那专业知识的，只要你明白你讲的故事给他听，他又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会用，你明白吗？我们不是一直在买卡西利，我可能不好不关这件事，哪怕我没搞，因为我关这件事就刚提起来好了，那些打一点一点把好多东西告诉人家，说这个人就买去用，其实很可怜，因为他跟我讲，他讲我去看了医生，我花了一个月等3000块，然后他也花很多钱哦，去疼啦 ，speech 的啦 ，B 啦什么什么，不能好，所以他讲了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他不讲奶奶。不要给他喝，把那奶奶放高高。他妈妈为什么呢？一直都放在冰橱上面呢？这个小孩走在后面看那个冰橱奶奶，看了10分钟，讲不久啊，一个头一个去那边，走进看了，一头出，走不出。所以哦，他妈妈哭，他妈妈讲哦，我不忍心再给他这样下去，我听了我也哭。你觉得这是医学咯？其实医学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明白吗？所以我两位讲，你一定要给他把那个油放在你的脑神经，给他 grow。哦，这个可能就买了，看用第一天，看到只是用了第一天的，然后第一个晚上哦，明天他长点点了，好了吗？给我们试试，因为告诉你们，神经系统重要吗？真重要。因为他讲不到话，他喝不到牛奶，这是医生给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还要相信医生？我不是叫你不要相信医生，你要相信你的，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呢，3个星期以后，他可以叫妈妈，可以叫奶奶，他一句话一句话开始。以前他是玩塑胶钱的，他可开始拿玩具来玩，他不会玩玩具的，他只是玩 rubber band。之后来他会讲整句的话，你看哦，这个是我们的精油帮到小孩子的 ，OK， 这个十大系统很重要嘛，告诉你神经系统很重要。没有学到你头脑的时候啦，我跟你讲，你所有这边的问题都会 affect 到。可是昨天我不是有讲吗 ？Stephanie 的女儿不是中风36岁吗？她的左手也是右手了吗？左手上，左手吗？他这样修一条吗？他妈妈哦，就觉得他的手有问题。哇，刮到手，他没有针对到脑，他有神经都在脑吗？有，他用神经的有。可是他觉得脑有问题，他放神经系统，因为中风是脑的问题，他知道吗？他知道，他一直刮他手，刮，他针对不对的地方 ，OK。可是只要你有一组精油。后来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教女儿抽精油。他抽的精油是什么？泌尿系统，他不够血。他拿到全部是泌尿系统、呼吸道系统，因为没有氧气啊，他没有血上到大脑啊，影响到脑大脑中风啊。所以呢，他只是用一个礼拜罢了，他的女儿的手开了。而且他的女儿走路不然他会拖一点，有一点拖慢。变成女儿一个礼拜过后，他女儿可以驾车，他女儿开始，因为他女儿是有跟人家他做蛋糕的，他在 Facebook 卖蛋糕的，他 KL 那边，所以他开始可以 posting 人家跟他订蛋糕了。所以他不能做，他完全不能做的。他不能没有胆子驾车了，因为他中风啊，他手扭力脚扭力，他不能 focus 吗？说你敢驾车吗？你不敢驾车。所以呢，你要开始用了一个礼拜的造血精油擦在身，和用神经系统，他女儿开始可以驾车，他女儿可以做蛋糕，他变得越来越正常。OK， 给我们精油一个热烈掌声。而且他特别多血，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边。光头喝水光头 ，OK， 做头长这是你的做，所以哦，这所有系统听好，每一个人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OK， 每一个人的
很多的问题 depends on 你的基因，你所有所有的身体器官啊，你的饮食器官啊，你的你的 activity， 你在有去 exercise， 有 exercise， 所有你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导致每一个问题都不一样。可是这个问题全部你看到，你去看医生啊，你好啊，神经科医生、脑的医生，对吗？你有看过呼吸道医生，生病一定咳嗽咳嗽，女孩子啊，看白血病生。呼吸道科一个，有内分泌妇科，妇科说泌尿，我泌尿的科是骨骼去骨骼的科，对吗？说你要去什么科，都有什么不一样的科 ，OK？ 所以你看，在医学里面，它分开所有的头部、肺、皮肤、骨骼分到完，你觉得我们人？是分开的吗？是吗？还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你们的时候，你觉得是哇，我去找的，我对皮肤感大呀，我去看皮肤科，我觉得这咳嗽咳嗽，我去看什么？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医生，对吗？我们人是比我们的医学拉得走的。其实我们的人全部是息息相关的，有这一组精油已经把你照顾到头到你的脚了，它不是分开的。你知道心里有一个很低，妈妈妈很低，心脏病 ，OK， 两个月要去做 bypass， 你们这个 bypass 是什么？是不是要去开心脏做 bypass， 很大的手术，对吗？你要开个心脏，你要开个脚，那个大根打来你对象你那边通，它不是通不了，它是心脏手术。心里给他的安迪抽筋，他已经70多岁了，抽出来哦，他没有拿到循环，他没有拿到循环，他拿到很多泌尿和呼吸道。他心脏一条20%，一条是30%，两条阻塞，这样子的就摆趴下。可是就跟安迪讲，后来安迪就用了造血精油 ，OK， 用了一个月后，他就回去复诊。回去复诊的时候 ，Doctor scan 他的 heart， 80% 剩40%，30% 已经 clear 了，给我们照片。这个里头全部是很多真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你们不要做手术之前。给你身体一个机会好好擦油，可是量一定要够。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的量要够，你不可以一点一点擦，一点擦是没有效益的。OK， 很多人是一帮两帮就搞定了，不可能的。有的人是很少才有效果，不代表每个人很少有效果。OK， 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病症的，那个 seriousness 是不一样的。cancer 有分什么？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对吗？对。所以你哪一期你不知道的吗？所以你不可能把你的第一期给他了，第四期以后你觉得有效果吗？没有，不可能的。OK，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OK， 好吗 ？So， 时间到了，上来。So， 造血精油里面，它可以辅助所有的系统。造血精油是个 basic 你要用的。所以你损坏到所有的器官健康的话，供血的话，它才能操作，对吗？现在的年轻人，我告诉你们，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多用什么造血精油，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血量不够，尤其他们来月经的时候不够血，没有血，对吗？还有妇科的问题，哎，这个是我要请 Angeline 老师自己分享，因为这是 Angeline 老师的孩子哈，他有。所以由 Angeline 老师来自己分享，可以来。大家早上好。OK， 所以这个是我 N 年前的我啦。所以这边呢，其实我有三个孩子，最小那个，这个是我最小的儿子。所以当时候呢，因为我老大老二都是很正常。他在差不多2岁3岁的时候都可以讲话，都可以很正常，都很
可以讲话讲到很顺那一种。但是呢，当我这个儿子呢最小的，他叫何谁呀？说我的先生姓陈，客家人叫晋，所以对什么呢？锦和水咯，哇，真的是锦和水 ，OK。所以，我这个小孩呢，他本身在两三岁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发现，就是他不大会讲话，而且呢，他西北好动，就非常就整天跑山跑下这样子。连你看呐、啊，我一回到家就是这样子爬着的，然后在车里面，我的车是 MPV 嘛，他就前面爬到后面，后面爬到前面这样子，那个不停的。原本一开始我就以为是好动不了，可是过后越久又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哦。第一不讲话，第二不看人，第三他连自己的名叫何谁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叫何谁。所以那个时候就去看医生，医生其实那个时候就讲说我的孩子真的是确诊是 hyper， 然后也是自闭。然后他那个时候呢，我给他去学校，很多人就讲你给他去学校吧，重点是没有学校收他，太过动了，一个学生就一对一个老师要顾他，所以就没有正常的学校收他。去看医生呢，就是说医生就讲说要给他 OKU 的卡了，其实差不多出 OKU 要给他吃药。所以那个时候我他半夜也会一直醒，每一天就是醒两三次这样，我也很难睡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办，就有来上课，像你们这样就来上课，就来学。哎，原来有一个东西叫神经系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以为他是要给他睡觉的，因为孩子醒我就没有到睡。我就当天晚上我就拿回去跟他磨，我三个孩子一起磨。可是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老大、老二五分钟就谢谢你啊，又悲伤了。啊，冰城可以讲谢谢你在黑他，他不知道我讲什么。说最小那个嘞，他就很 active， 他很 active 在那边跳两个小时。可是当天晚上啊，他直接四年以来，他一觉睡天亮，睡到天亮，所以我们的病人太厉害了。过后呢，我就继续在跟他查，他头悠悠也查。他其实有去 therapist， 也有去看专科医生，看一次45分钟，不便宜哦，可以高达500块。哇！做一次 therapist 可以200块，如果最便宜啊，也是100多块。然后一个星期，有些时候是给他两次、三次，会做多久也不知道，要做到几次他能完全好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每一天跟他查，他没有去学校嘛，就查查查。他有去 therapist center 的，发现到他查了过后，其实啊，三个月里面啊，他开始可以坐近，他开始会写字，甚至哈、哦、有一次他开始可以，他其实过后他会比其他的小孩子更自立。我是怎么发现到他比较进步的？不是我自己发现哦，其实是他院长发现到了。因为他每次头发油油去学校嘛，那院长就问我，我说呀妈咪，我一个东西要问你啊，你的孩子头发整天油油，第二天整天油油，这么整天油油的，就以为他讲我的孩子头发很臭，我就很，可是他讲没有臭，是很香，然后我们的精油是很香，那么我就跟他讲，我是跟他查这个精油，他就想说，因为他发现了我孩子的进步很好。到过后他叫我拿珍珠精油给他看，我给他擦什么你知道吗？我拿给他看过后，他讲你们这家的精油真的是很好。所以就因为这样，没有想到他也买一下，他也自己买来给他的院长那学校那边给他的小孩子用。所以我的这个儿子呢，其实前后啦三个月他开始进步，三个月过后学校正常的学校啊开始收他，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11岁了，所以你知道吗？在 MCO 的时候，他有补习哦。我的孩子原本是不会讲话、过动儿，可是因为透过这组精油，让我孩子在补习的时候，他的优生老师就讲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的孩子虽然那个时候是8、9岁，可是他的记忆力跟他智商比任何他的同年龄的孩子还要厉害，甚至有些知识他是比我们大人还有厉害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精油真的是很棒吧，就给我们的神灵系统一个掌声。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啊，有这支精油让我孩子救回来，不然哦，我可能是要花很多钱去救他。因为这样呢，因为这样子，这个是我一个学生在发生的，所以他本身是用其他家精油的，所以在 MCO 的时候他就来听到我们的课程，就学到哎，我们的精油可以帮助到老人痴呆。他的爸爸十年老人痴呆，十年啊，什么地步的老人痴呆呢？就是说他完全不记得，兄弟姐妹叫莫名也不记得，看到女儿他不知道是谁，老婆也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如果没有锁门、哦、他很喜欢三更半夜跑出去呀、啊，爬墙啊，就那种就整天不见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要整天去报警了。所以他而且他脑下这个老人痴呆，他完全不记得他吃饱了。他今天看到老婆回来哦吃饭，女儿回来又吃，他的孙回来又再吃，吃到什么时候他们知道他吃饱哎？就是吃到他呕，他呕完了，他的家人才知道，哎呦，爸爸吃很多轮了，然后他才问啊，刚才爸爸跟你吃啊？啊，爸爸也跟我吃，啊，爸爸又跟他吃，原来老人痴呆他们不记得他们吃饱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听了我们的课，他就自己有精油吗？还没有收到我们的精油，他就怎样嘞？他用其他的精油，我们的配方，你觉得有效果吗？他有查，他没有好，他也没有不好，就 normal， 他也没有反抗，也没有不喜欢，也没有喜欢，可是。当他开始看好笑，他就这样擦擦擦，因为爸爸有点火大 ，OK， 就擦擦擦擦擦。所以他第一次啊，半个小时里面跟他擦我们的精油，我们的配方，你知道什么事吗？一擦完，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讲：“哎 ，Jenny， 你是什么油来的？我会出什么大事？老板吓到我。”他讲：“没有，什么事？”他讲。你的这个油很神奇耶，我帮我爸爸擦油两个礼拜没有反应，一擦你的油半个小时不了。我爸爸开始跟我讲很多故事，他开始讲我哥哥叫什么名啊，我姐姐叫什么名啊，老家那里他的记忆力全部开始回来，所以帮啊半个小时不了。然后跟姐他其实继续在跟他擦，因为一个月后，他以前是每个月吃300块的药，不吃药他就爬墙了，不吃药他就不睡觉。所以用了一个月过后，他的药是完全停掉，而且呢，我过去看他的时候了，一个月多过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我遇到他两个，讲发生了会讲福建话一点，讲宝贝，他就看着我，哎，我吃，我嘴巴了，嘴巴了，你吃，我吃饱了，代表。他自从那次过后，他没有吃到呕呀，他记得他有吃东西，而且我觉得最庆幸的是什么啊？他们有三个月后，有一天他们在车里面，他们载他爸爸，他爸爸突然间记得他的女儿的名了，他的女儿讲：“爸爸已经十年没有叫我的名了。”所以你是觉得很感动啊？可以让一个爸爸开始认回自己的女儿。所以我们的进入一下我的分享就到此。你看精油不是帮了几个人哦，帮了很多很多老师，很多很多人的问题。OK， 来，所以我们讲神经，刚才是说神经系统嘛。我说的这一组精油，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整身的健康以外，它最好就是跟我们身心灵。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可怜。我在 KL 接到他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OK， 所以他的爸爸就拿儿子，妈妈就拿女儿，那估计就分开了。他是住在杰尼的 ，OK， 所以他在过程他离婚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才六七岁罢了。所以他的爸爸呢就顾他，后来爸爸又再娶另外一个老婆，他才一年级7岁。那时候啦，他每一天必须回家，放学回来洗校服，他没有洗的话，明天没有衣服穿，你觉得可怜吗？通常
像我们校服最少最少有两三件，不是吗？两三套，我都是5-6套，因为一个礼拜洗一次，就是不用不是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一个礼拜烫一次，一个礼拜烫6天5天的，所以我不用反正每天烫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去听个小孩子，我听到很心酸啊。所以他的爸爸呢，都因为哺乳嘛，顾他的每天的洗。到他10岁的时候，他妈妈就他爸爸就他有时他妈妈就 holiday 去 JB 看他咯。他就看他刚回去的时候，他爸爸讲：“我决定这个孩子归你顾了，他爸爸不要顾他，就是说你带回去顾啦。”叫他妈妈，说他妈妈不是带回去顾咯，就在他心里全部了，就带他回家。带他回去的时候，半路不了，因为他妈妈是在医保，只是在半路不了。一个电话来，他爸爸自杀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父母嘛，他也是心理的问题。他那时候都有自己讲不出的苦了吗？又包括他是给爸爸，所以他就很牺牲精力，一定有问题了嘛，对吗？所以他妈妈就开始他带回去读书，这个小孩子的成绩又不好，所以他的成绩哦，每次都拿10分20分。很少分数不了，所以他妈妈就整天给老师 complain 这个孩子好像是好像有进步这样，所以妈妈就有办法喽。老师讲说，哇，这个神经系统对脑部健康很好，所以妈妈就开始给他用了神经系统。这小孩用的时候，哇，他排不排到？你看他真身排出来，其实是什么毒素？这叫神经灵毒素。OK， 他的脸肿。小孩子是开始什么比较变这个生理素，这在我们的里面看不到的伤心的东西，就每一个人哦都会有，只要你用真精油来调理的话会比较 OK 好哦。所以这另外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哦，他是北北，他的爸爸去世一年了，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哦，他爸爸去世了，他照顾家庭。OK。出来。哈哈哈哈哈哈！是的，也是太壮了，太壮了。这是我的。没有声音啊，哥。OK。说。哈哈哈哈哈哈 ！Hello。还是老是，嗯，没有办法咯，他就很伤，就是他，因为他的啊，他爸爸去世，他觉得他好像一家之主去啊，他很心灵，好像一个责任啊，他责任要去照顾家庭这样。到后来，他的脸就有湿疹了，他的皮肤啊，红肿，去了医院呢也不能好啦，打了安眠药，对啊，又这都要又花了很多钱。他朋友就妈妈的朋友就看他，就用了精油宝宝的测试，就是测试嘛，用精油测试，就是把他涂成全身，哪里知道半个小时所有东西都烧晒了。对啊，你明白吧？身心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用医学里面你医不到的。OK， 就是里面的痛苦你讲不出来的，他就会精油就会给治疗。OK， 这是我们的身心。OK， 在医学上，你什么病都有的医的，有的医的吃药的。身心灵哦，只是吃那个药控制你的情绪，给你的脑把那个不能拿去想哦。还要嘛，吃药忧郁症啊，它是控制你的脑。你吃过？就是你觉得是恐慌的，它是假的。假如你用身心灵的测试来读你的精油，你得到人的情绪不一样去。你看很。放松对吗？我们人是要这个感觉，放松，听好吗？所以神经系统就是很重要。假如你没有把你的脑部充满血，或者
啊，比较不是嘛，啊，这个比较好。哎，昨天没有这个事情哦，为什么今天这样啊？所以你的神经系统哦，你不够血，这个血通不上去。因为不是说有的东西发生，它肯定到你的五脏、所有的器官和你的手都交响，都有关系。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神经先有出现问题的话，知道的，我甚至有个顾客，他是。喝水不能喝水哦，他才几岁？三十岁吧。啊，说不上得不得吧，在里面两个月。check 不到病因，生问题要 check 哦。为什么找不到病因？他只是不能小便，他肚子满满的水，他整天抽水。啊，抽水，医生说不是我不抽，他说我给你抽，抽当一个时针的时候，你的身体上，不可以抽搐的时候，要牺牲了。所以医生不跟他，乱医生，他讲我的身在里面蒸水，我的肝在里面蒸水是不能好的。应该是肝脏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OK？ 那肝脏 ，OK？ 来，所以呢，对吧？对不起了哈。说这个人就乱医生，他说我的肝我的身。蒸着水会坏的，医生呢？请问你每天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才去抽一次。就是他做很多嘛，做一下。他姐姐是通过一个朋友，他跟我讲，等我一天只有喝250的水，就是一杯就满了。我要一天时间，一天的时间慢慢喝。觉得你们有的喝水，你们喜欢喝水吗？不喜欢哦，他讲哦，我要喝水怎么喝？我很悲情，你知道吗？他一天只有喝250 ml， 他要分成慢慢喝。可是你们有的喝水的人，你们都不想喝，对不对？所以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东西。当你的身体上哦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喝水也没有得喝，快点喝水 ，OK？ 来，每个人喝水。我也要喝，所以这个人哦，他只是哦，我比较挑的神经系统，马上给他涂在头上，他就去了小便，放了一个5 ml 的尿出来，他连喝每一杯水他都要量，他都不能放啊，喝整个肚子都是水，所以告诉你这个是很重要啊，来，所以另外一个 product 呢是我们的超导离子，我是这样带过不了吧，它是给我们的放我们的头。它给远红外线啊微电流，它会给你我们的循环，慢慢好像电流这样给你循环哈，然后它会防电磁波 ，OK， 它消除那个静电，就是我们去开车，我们的时候啪，对吗？好像就送了电，这是代表我们的血很浓的 ，OK， 我们的血很浓，这个小心的哈，还有那个温度，然后给我们消杀菌。和臭和除我们的臭味，所以这个是给我血循环的，这个是我们另外的 series， 等一下你可以问你的老师，这边没有，我们都没有穿在那边啊，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超导离子 OK， 它 made of silver and copper 的啊，它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因为这个安哥呢其实帮介绍给我们的时候他是植物人，植物人他是不能动了，到后来的时候他的老婆请了三个 physio， 一个人来两天，三个 physio 来六天，下午的时候他老婆自己做。过了一年过后，他医生判他的老公终身植物人不能好了。所以他的老婆也是很伤心哦，他老婆觉得我要给他好好的，不然间我不要求他再跑，他直接跟我讲话就好了。可是呢你不能好，所以我的朋友那个 one of the physio， 他就叫我们去看他，他觉得我们的精油可以帮到他，他觉得 OK， 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就 baby aroma 测试精油，我叫他的老婆代替他抽，抽出来的精油，他的脑部受伤和他的循环，因为他没有喝水，因为他放拍嘛，你看嘛，喝牛奶他放拍，所以他没有喝水，所以他的血浓
肺 pneumonia 积水，很喘 ，OK， 很多水在里面，所以医生都给他喝水，看到吗？休息脚肿不可以喝水，肺积水不可以喝水，因为医生没有办法把它自动排水，他只有叫你不要喝水。所以这个我只是告诉他，你给你的老公穿我们的 SCI 给他循环，你擦油多进水给他。他老婆，你的精油可以吗？我说只有十码当红了，你要我不能跟你讲那么的，我不能保证你的，你可以 try 十码当红吗？你说他老婆买给他老公用，他只是用茶，没想到五个月他老公前任人，九个月他老公起来吃东西，十个月他可以这样自然，他的伴也拿掉，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后来他还可以写字，你看吗？这个那医生那小孩子，他出事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不能开的， OK， 他一边眼睛不能开的， OK， 所以后来的时候医生说要开刀。MCO 的时候，我见他是MCO， 我才明白他的事情，因为我这个是他 baby 的事。八岁的时候，他做 baby 阿罗嘛，我就问的朋友，为什么你的儿子啊，肾和肝不好？他小时候吃很多药是吧？他说他吓一跳，讲他 baby 出事的时候一天不了，医生告诉我说，我妈咪身上有发烧，我必须给我的孩子做Fully medical checkup， 做全身的检查。我朋友讲，我有发烧，我的孩子没有，为什么我要给他做全身检查？他的老公怕死了，说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我有 insurance claim 啊，给他做，就给他做，做出来，明天的时候，你的 baby 中了肺癌，所以要打五个 costed antibiotic。所以我朋友傻去，我朋友不想打，可是他的加工要打，特别麻烦打了，他打了五个 course 五天，其实打第一天抱回来的时候，他觉得他孩子很正常，胃能来的时候都没有 kick off， 为什么我孩子会中肺癌？可是没有办法，已经打了，然后第五天的时候过后，他孩子开始发高烧，就是放在那个 ICU 里面了。后来他妈妈是吧，第十天孩子好了，就出院了。出院，我朋友自己不晚上，他的家保护晚上啊下午，可是我有第十八天的时候，他家保就问他，你的孩子晚上喝奶的时候眼睛有开吗？他讲，因为我朋友是第一次妈妈，他也不会讲，没有啊，我以为他睡觉晚上的时候，他讲下午我跟他冲凉到下午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开眼睛的，又带他回去 check up 去检查，原来他也那医生说。你这孩子的眼睛不能开了，要开刀。所以我的朋友不肯相信这个医生，我朋友就带他去看另外一个儿科眼睛的，那个医生就不一样，用水慢慢洗他的眼睛，原来一边能开一边不能开，他的左手边不能开了。所以他讲 baby 现在太小，十几天不可以做手术，一定要等三个月过后。可是我朋友也不敢给他做，我朋友这个是五个月照片，我们八个月给他做。说做了手术过后呢，他的孩子的眼睛是没有神的，他是 lazy eye 的， lazy eye 的是懒惰眼，他这边看过去，这里要拿5-6秒钟才看一跟着来的，这个是没有活动正常的 lazy eye 来的。而且他睡觉的时候眼睛是一粒开的，因为他是割了这边拉提起来，他睡觉的眼睛是开着的。他去的生日的时候，他在新加坡，他也讲，哟，女孩子很可怜哟，他睡觉那时眼睛，哇，吓死我们，他觉得很伤心，知道吗？不是，我跟他讲说，不要紧，你现在你的孩子的肾啊没有力，造不到血，你现在给你的孩子用造血和用神经系统，他除此之外，晚上你给他 try eye mask 和用那膏他包他的头 ，OK， 你知道吗？两个月后，他拍个照片给我，你看我的儿子的眼睛弯曲了，看到吗？厉害哦！哇，我们这有只要你用的对，他的妈妈擦了很多很多的造血和神经系统给他，然后你看他眼睛白了吗？哦。现在很多人的眼睛是不是？啊，什么爬胶？对呀、啊。
全部都是神经系统不够血的其中原因，可以好的。OK， 我们多多查，用对的方法。你看吗？所以你看到成绩本来不好的，不是不好了，他的华语不好了哈，不喜欢写那个听写啊，所以他成绩不好。但用了神经系统过后，他的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好。OK， 这个是一个小孩的案例。OK， 这个是所有我们做造血的，那个是我们在 KL 的，我这次给你们看，这个是忧郁症的，你看那个眼神吗？乖乖的，啊，他又下去，他整个的眼神不一样去，看吗？这个是不能睡觉的，而且十多岁，十多二十岁了不能睡觉，睡不好，而且不开心呐、啊，游上去他觉得很好睡。很放松，而且很开心。这个是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觉得他皮肤很好，他皮肤真看上去皮肤很好。可是他用了造血精油过后，他的皮肤更亮，他不觉得他有很好的效果的，他觉得 OK OK。其实他反应已经开始很慢的，然后白天对吗？对，他的鼻子嗅到味道了，但鼻子嗅不到味道，很多人我们的一个香也嗅不到的。OK， 香味神经系统多一点。OK。你一点点用哦，是帮不到的哦。他以为你自己也要给人治疗吗？我跟你讲过，每一个人的系统不一样的，不是别人十 ml， 你是十 ml， 不是的。人家十 ml， 你要30 ml，OK？、Okay? 人家造血十 ml， 你要50 ml， 明白意思吗？你要比别人多。假如你要治疗的，假如 OK， 我吃东西不闻到 OK， 人家放屁我闻不到很好，你继续用用也 OK 的 ，OK 啊？来，这个是一个马来同胞，他也是会点 lover 的，可是用过去哦，他好像头脑痛了，本来就在那边没有笑没有感觉的，他用过去很多话讲哦，你看哦，神经系统很多问题发生你不知道的 ，OK， 这个人也没有感觉的，他觉得有什么，他是运动的，他是扣拳的，叫人家训练的，可是很黑哦，其实用下去你感觉要白一点嘛，他有。他真的那比较亮去，他的脸比较亮去，不然他皮肤很暗淡的。OK， 来，这个是我们神经球的 formula， 这个是我们九支的 formula。前面七支是我们在用的加强版，以前这三支是我们 formula， 那后来的七支 ，OK， 这是后面两支新的精油的啊。可是你们假如要抽拿出来抽都可以，记得你们用的精油。你们不要拿你的 formula 去用别家精油，它是不是不能？它对你的帮助没有。我有一个朋友，他抽了精油，他拿到是不够血，他很不够血了。他这个人呢，就用了我的，觉得你可以给我知道你的造血精油是什么的，我也是傻傻啦，我是给他啦，不要紧。原来他是有用杨丽萍，他拿的 formula 是用杨丽萍。这个人呢，用到现在啦，还是看医生大血。所以你觉得你浪费你的钱哦，你又在他放很多不对的精油，所以里面外面的精油很多是有 chemical 的，你再放很多 chemical 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肾和你的肝更造不到血，所以你还是不能睡觉 ，OK 吗 ？OK， 来，这个是我们神经系统很重要，所以你怎么要查呢？这神经系统它一定要血 ，OK， 你的肾一定要造血，补神经系统 ，OK， 所以你一定要。一天一定至少10 ml， 你调好100 ml 了，然后就导出来10 ml， 把10 ml 用完，然后刮它，怎么用呢？最好是这样，你搬出来了，你搬出来了，用手指这样，戳你的头皮，戳头皮，把整罐用完，然后刮它，啊，刮100下，啊，你要有空的话200下，你看你的理由啊。这个是他是之前帮不下去啦，可是你们这样做哦，他会比较系统，他头发没有中这样多 ，OK？ 你穿到头皮全部了，你就刮它，刮100下，中间20下，这边20下，这边20下，对，能做200下更好，然后就做咯。只要你做过后，你的脸很亮的，很亮的，觉得你的整个头脑很放松。你做过后，明天起来的时候，好像新的一个脑怎么样嘛？好像一个脑没有这样压力，有人不开心，有人放松。我跟你讲，到目前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比我苦恼的。嘿，这是我。
你们没有看过，看新闻有没有看过那以前的对吗？其实我以前我进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家庭主妇，22年的家庭主妇。你觉得22年家庭主妇可能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这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是因为通过所有产品把我跑去了，才有团队栽培的，我才慢慢会变成一个讲师。OK，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以前，这是我的以前，48岁，现在知道几岁吗？现在我61岁，你觉得有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哦。你再想看看，假如我当时48岁，我没有用这个产品，我可能在吃药了，可能哦，我很不开心，在家里都走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出来了。可是没有想到，透过哦，我们所有的东西啦，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疗哦，和我们的精油，它已经很快，已经把我变得很年轻。这个和这个时候，你看已经10年了。你觉得10年以后啦，我是别的肥去啦，可是我是没有在退化，不是吗？你觉得，假如你的妈妈啦，你们去帮你的妈妈，帮你身边的人，你觉得很多人需要吗？很多人在外面不开心，真的。我告诉你，假如你很喜欢美的行业，很喜欢保养的话，我告诉你来对地方了。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原来我不是爱美的人，我是调我的身心灵，我调我的健康，我得到就是我的整体上是健康的脸，不是一个忧郁症的脸，明白吗？从里面调到外面。可是我也没有想到，是因为我来上课，慢慢学会，我用在身体上。所以人家看到我不一样去，我的朋友教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我实际上我不跟他好了，那是因为有一个人是这样啊，所以我不要跟他好。可是我好的时候，我变健的时候，我去找他，他跟我讲，哎，搞不懂我你，你到底用什么？我还傻傻，我不知道我是用好，我不知道啊。他说为什么呢？没有，你讲话不一样，是你的样子变不一样，原来这样变一样，他看到我嘛。他告诉我说，来。坐下来跟我讲这什么，用什么？我说没有啊，我用这个衣服啊，还有嘞，我用精油啊。你告诉我精油，我有兴趣。这个我穿我有兴趣，可是后来他也穿啊 ，OK？ 因为他喝酒了，他弄掉，他喝酒他就弄掉，为啥穿他要穿 ？OK？ 所以我从这边，其实我的皮肤，你觉得我皮肤是 OK 的啊？可是我以前我皮肤不是这样的，我有蝴蝶斑、厚粒斑。你看我以前是单眼双眼皮的。可是我来看地成像双单眼皮，所以我告诉你们年轻的朋友，你们呢不需要去做整形的，不需要被整形，不用打针的。我告诉你，只要用对的产品从内里调到外面，你觉得是市场嘛？在外面微整形越开越多，越开越多，你知道你微整形做了打针，你什么针下去，你要每天的一两年才去做，一两年才去做。可是你觉得啦？你要把你身体的细胞弄得很健康，你的 collagen 一直补，你身上有分泌很多的 collagen， 全部都提，对吗？好不容易打针啊，你打在10年20年，你没有 collagen 当然是掉吗？你们要变成你们以后是 Rose 妈妈，你们不要变成 Rose 妈妈，你现在好像从里面调理，不要对外面的微整形好不好？因为你一打一打，硬一搞一搞一搞，我跟你讲，它慢慢就。给你都是妈妈，所以呢，我是从我有蝴蝶斑，我有双眼皮变单眼皮。可是现在有的人看我近一点，我是有双眼皮回去了。我只是靠公司的产品罢了。因为我是没有做美容院的人，我不喜欢做美容院的人。假如你想健康，你想美，有妇科问题，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所有都可以帮得到 ，OK 吗？来，这个是我在，我就很缺来上课，我就看到人家用。我曾经在我这边一个月，我赚到一个月75000，来给我们亚洲。我是个家主妇，我不可能会赚到收入的。我老公一个月给我3000块，3000块我拿到22年的闺蜜医生，你们要吗？因为你可能拿钱，你现在有结婚，你不知道，你靠你自己又拿钱，你赚3000块，老板给你哈，也是你觉得可能很辛苦吗？早上早早起来。一天就不开心，可能打工打得不开心。昨天你们看到你连的你看 part time 一个月有10多千，7000、5000、3000、2000都 OK 嘛，对吗？至少这个 part time 给你工资、公车也好，对不对？
我没有想到我透过这些产品，因为我们做什么生意都好，第一个是我们产品要好，公司要好，制度要好。假如你产品不好，你公司又不好，你的制度很好给你赚钱，可是那公司都不稳定，你要吗？做不要，做两三年不坚持的公司，对吗？第一，产品要好，公司要好，制度要好，制度好我才能赚到钱。所以因为什么我会想做，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改变了。我来上课时我听到那个老师讲，假如你们这边赚钱，你要赚三千五千，其实你们不用做亚洲，你们去外面打工，三千五千外面你们得找到工作的。假如你们要做亚洲，你们梦想要大，你要一个月三十千五十千来跟着我。我在下午觉得这是我要的，因为三千我的老公给我，对不对？可是给我有忧郁症吗？我就给我机会尝试这个事业。假如五年后三年后我不成功，我去做家庭主妇也是不是一样嘛，对吧？所以我就开始好好用产品，好好分享。也没有想到我曾经在一个月里我拿75000，而且我就开始去 fight 我们的竞赛四年分红。公司有一个 competition， 半年就是一年有两次，一月到六月，七月到十二月，只要他给全世界六个国家30个人，只要你 fight 进去的话，你就他公司拿他的 sales revenue， 他全六个国家他的业绩来分给30个人，他拿2%来分。我曾经在拿到这个75000是一个月，我拿到第一次我拿到竞赛是六个国家，我拿134000一个月。所以我想，假如你们想给自己机会来赚钱，来赚大钱，我跟你讲，小钱3000块2000块我在外面可以赚了的。假如你要给一个机会来赚大钱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去 try。所以我是曾经在这边拿到134000，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我就 KL， 因为我已经开始开放 KL 市场。我在 KL 我也买了我第一个屋子，我自己老了，我儿子回来在外国，他们讲妈咪，我要 KL 买一个屋子，我说可以，我就给我儿子100000，我说给你100000，你去买 OK 吗 ？OK， 假如你妈妈给你100000，你要买回来？要，对不对？是我给我儿子一个100000，我跟他讲，你去买你自己工费嘛，他 OK。所以这是我在你们的价值里面，我在家里就付，我一直跟伸手拿钱，我刚刚伸手拿钱，我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买，拿出这个一百千，我在亚洲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我就给我儿子。后来第二次的时候，我又再给我儿子第二个100000，因为他们讲，妈咪，我觉得我要结婚了，我要卖掉这个屋子，我妈咪不要办。哇，是不是刚才觉得杰林老师的分享很棒啊？啊！那今天晚上回去要查神经系统哦。是啊，杰老师就会 check 看了。下一次杰老师看到你们，我们的头脑还有乐乐吗？OK， 所以呢，现在呢，今天老师会，你们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做的环节是能量精油。我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能量精油的？对，两个、三个、四个 ，OK， 有一些是做过的哈 ，OK。所以其实呢，昨天贝给老师有讲到什么东西？你对你们来讲，什么是能量？上天还是玄学？什么是能量？很难想象哦，有是看不到的东西耶。来，其实我们刚讲回去，昨天贝给老师还记得吗？贝给老师讲了说，很多时候我们吃保养品、吃supplement，它会帮助到我们健康。可是有一个东西，吃supplement是未必能帮到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有人生气的？我吃supplement很开心，不会哦，吃chocolate可能会啦哈。或是哎呦，我很恼了，我很伤心，然后吃supplement我就很 energize， 不会哦。所以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精油能够帮助到，就是全体的身心，不只是身体上的健康，而且也是心灵。所以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讲啊，健康现在的人啊的健康，不只是在身体的健康了，现在科技很高达了，
你什么问题啊？这边的心脏没有了，就开刀换个心脏哦，对吧？然后肾不好换个肾，这些是身体上的了。可是更重要的是现在心灵上的健康，你们认同吗？认同啊。就为什么呢？那天我有在找一些报告的时候呢，我吓到。现在你看一下你的身边朋友，来看一下，你觉得他们身心灵健康吗？不健康吗？你说不健康吗？也可以健康吗？我们看不到的，对吗？身体如果有问题看得到，你知道吗？最近新闻报告出来，家里有小孩的，我看到我也吓到哎。这是最新的报告啊，2023年，每六个小孩里面有一个是心理上有问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有小孩的会不会吓到？我家里就三个了，一般 50% 在那边了。然后如果大人来讲哎，所以刚才我这里看你的朋友，看看他们很健康嘛，每三个里面就有一个有问题，哇，像我们一桌就很假辣的哦，怎么办呢？编辑，还好今天大家都是有缘分可以坐在这边，我们有方法可以帮助自己，也帮助我们的家人，好吧？所以来，第一，我想问你们，有可能很，你们有谁像我这样感觉？啊，我一下就真的能够帮助到呢？闻不了哦，有没有这样厉害哦？其实我告诉你啦，是真的，想象啊，我要大家想象一下，你们走过垃圾车过的时候，好虚啊，抽搐一秒，什么感觉？要呕，你跟着垃圾车后面啊，不能隔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被扯哦。不是因为垃圾车吗？是因为什么？很臭，很臭。一嗅到臭，你很被扯了，对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嗅觉一嗅到臭哦，瞬时我要给你们大家很被，我原本在想啊，我今天要给你们大家被扯了，我要找那个臭豆腐来，好吗？可是我不要啦，臭豆腐嗅到大家被扯就不要。可是如果我们瞬间啊，我们嗅到的是。想一个，突然间我们在餐厅吃饭，突然间有一个很香的香水走过，哇，兴奋啊！男的就会想哪一个美女走过了，如果撩妹一点的香水过的时候，女的就会想哪一个欧巴，你会看一下的呀。所以其实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嗅觉、啊、是唯一一个同感，是直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后脑。所以不要小看嗅觉。那我们好像为什么我们走进 hotel 一些比较高级的 hotel 或者走进 spa 馆，你瞬间放松，瞬间你觉得哦很轻松。所以因为嗅觉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影响情绪又怎样呢？你知道吗？情绪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现在的健康不是。健康影响情绪啊，现在很多都是情绪影响健康。刚才我们的 MC 有介绍我哎，很高级主管对吗？为什么我会觉得为什么高级主管啊？以前我的公司很多都高血压啊、心脏病啊、血糖的问题，因为长期在压力情绪的方面。来，我给大家看啊，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反应会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生气，知道了，我跟你们讲，如果整天生气的人，堆心关，就肝有问题啊，真的是堆心关了肝。如果你是整天很悲伤的人，它就影响我们的肠胃。如果你是整天啊很焦虑的人，你就整天要上厕所，不紧张就上厕所，你要注意你的肾，如何脾。如果整天很压力的人，就是荷尔蒙失调哦，压力了，月经不能来，压力了，脾气压力了，thyroid。如果你是整天惧怕的，我很紧张的，你要上台就要上厕所，上台就要上厕所，是因为什么？紧张，所以如下一次你们要生气的时候，很紧张。我对什么要伤肝，很伤肝。你家人生气，什么要生气伤肝？
OK， 所以其实我们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很大的关系，所以不要顾一下我们的心情，怎么顾很难的讲这种面啊。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知道我们的精油它是怎么可以真正科学上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一个能量的，其实跟科学家来讲呢，每个人的身体有一个 frequency。OK， 有一个 frequency 就是健康的 frequency 就是62到78，可是如果我们的情绪低的时候，我们的 frequency 就会低。如果我们的这个有点深啊，如果我们的 frequency 很悲哀啊，你是很伤心，我们 frequency 就会降下来。降到如果是58，大家就会开始，我们就会开始生病。如果降到48，就是 cancer cell 会 active 的时候。然后你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就一个女孩子啦，她就中了乳癌。她去问医生，为什么我会中乳癌？医生讲，不开心啊，没有理由。那么她就很奇怪，这样我怎样才能够预防乳癌？医生想了，就跟她讲，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所以心情真的会影响我们身体是可以去治愈的能力，所以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这个能量呢，如果我们开心的话，它就我们身体就比较健康。所以精油呢，它会有320的 frequency， 健康的身体正能量是在200的 frequency 以上。所以如果我用上精油，它会能量好的精油 ，OK， 用上精油，可是不是代表叫你们随便去买巴沙玛兰的精油啊。巴沙玛精油的能量我就不知道多少啦，你要买一种纯的能量，只有纯的，只有它是真正纯和浓的，而且是好的管理力的才可以有好的能量。只要是掺到化学的，你拿去验看它能量不一样的。所以纯的精油它会提高我们的能量高到320，所以只要我们每一天精油用多，能量就会提高，心情好，能量也提高，可以吗？所以下次如果心情真不好的时候，只要你家有一组精油，你问不到身边的人，问不到问题，问不到答案，问一下我们的精油就有答案出来了。 OK， 这因为这边我是有放点英文的啦。 OK，刚才是华语，拍到画面来的，拍到来看。来，今天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呢，给我的 iPad hang。OK， 现在我要大家拿出四支精油出来。我们拿第一支什么 ？Peppermint。Grapefruit。还有啦。我们听一下百合蜜是怎样的味道啊？我听一下百合蜜是怎样的味道 ，OK？ 每个人的哪一个？哪一个？还有音乐哦！还从前面开始讲。还有音乐啊！这是百合蜜的味道，那声音有一点，要大声一点。这样，去打了，哎呀。哇，要冲要很有活力。那个是百合蜜呢，它是一来就很像那种，就是。像他的性格。
OK， 白冰冰呢，他是一来就很强，一来就有些人一闻，如果我们只是单单闻白冰冰一滴下去就，哇，要睡觉的都醒了，直接是直接上到头脑直接抢了。所以白冰冰的个性本身是什么？是领导者。刚才我们有五位领导者，掌声给我们的领导者。可能你觉得他不是领导者呗？这个是你原本的个性，有可能你没有真正去发挥啊。你是领导者，可能没有发挥。领导者是怎样呢？他本身是一个很理性的，他是很理性，而且呢，他的很有自己很有观念啊，而且他很厉害 analyze， 就是很厉害分析啊。在团队当中，其实 Bermander 呢，他如果他可以跟随很好的跟随者。你这样，如果你有一个员工是 Bermander 呢，他会比较交代他做东西啊，他可以帮你做到好好的，可以帮你安排好好全部的，他很好的 follower。同时间，如果没有领导者的时候，他也可以站出来变领导者，他可以拿起那个责任来领导。所以 Bermander 的个性，他是从前面他是领导，他是很好的分析。但是这种状况的人，因为领导者嘛。领导者很多时候忙起来啊，做起东西啊，他就是很专注，他先冲先，他要想先，他要plan 先啊，要做先，所以很多时候他就会做到忘记要吃东西，忙起来，通常领导者忙起来，哎，叫别动，叫别动，看姐怎么做，主料谁来讲，所以就要注意肠胃了，肠胃可能就不是很好。然后领导者呢，他通常也会扛责任。所以 Bermin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控。其实 Bermin 它可以帮助我们指控，所以它扛责任就是是不是很紧绷，很会干嘞，就回去就听，不要扛责任。所以 Bermin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肠胃，你的肠胃那边不是很好，然后可能地方身体有地方会疼痛。所以来 Bermin 呢，来 Bermin 是我们的紧急油外的老板。所以 Bermin 一定是在我们的健康红油，健康红油的嘛。OK， 所以在什么呼吸困难的时候啊，快点滴一滴 Bermin 来闻。然后如果是好像头晕啦，我本身好像如果旅行啊出门，我很喜欢拿 Bermin， 因为有些时候去这的地方，这人这样会头痛的嘛，就快点滴一滴 Bermin 在我们的百会穴，它可以帮助我们凉。然后将我们的止痛啊，就不会讲这样痛，很晕或是讲呕吐的时候，或是很闷的时候，快点滴一滴Bermin来闻，它是我们的紧急红油，emergency ambulance 的时候啊。所以来，有谁是 grapefruit 的 ？grapefruit 1、2、3、4、5、6，是我的。刚才高一点，大个 grapefruit。哇，你们就是我们的太阳了，你们就是这样子的阳光。三岁有你们在说就是阳光。哇，你是照亮我们的阳光。这边是他们在说就在阳光的意思。不OK， 所以他们其实 grateful 的个性就是代表开进来，它就是好像太阳一样，很阳光、很灿烂的。它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很开心啊，很幽默啊，很开心，很就是阳光像 sunshine 那样子啦。但是呢，它本身是蛮随和的，它什么人都可以开心果，什么人都可以参，可以讲话没有问题的。只是它会。就有一点他的压力啊，抗压有可能就比较低一点，这个是就是需要放松。可是他葡萄柚的个性，他给人家看起来很开心，什么东西都很开心。可是请问葡萄柚，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是甜还是酸？酸。他看起来在旁边想哦，应该是甜，可是咬下去很酸。我想到我都会酸了。做葡萄柚的个性，你本身是给人家一个太阳，但是很多时候就很喜欢把
东西心酸，心属给你在，不难在，就是心酸收在里面。就如果东西有问题，就是收着收着收着。请问，如果你整天收着吃，一直吃一不进不出，什么事会发生？消化不良哦，胀风哦，偏风。不会啦，就会消化不良，循环不好，因为有痰了，滴滴滴滴不出，都要修掉修掉有痰，所以你的循环也没有很好。有可能你的一直收着收在里面了、啊、刚才我们讲哦，整天伤心伤心，全部就会影响健康问。所以呢，葡萄柚的个性，你跟人家开心，可是要学会沟通。可能沟通方面，你因为什么人都可以讲嘛，讲讲讲讲讲。可是有些时候因为会沟通，很多时候就守着守着。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肠胃，也要注意我们的手脚循环没有很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葡萄柚对我来讲啊，我很喜欢。我刚刚认识雅竹的时候，买了我的 PA 箱之后，不是有瘦身抓，然后又有整组精油嘞。我跟你讲，超喜欢的。我给你看啊，其实葡萄柚，我们新年要靠近了，要新年了啊。那刚才我在跟我学生讲，我要开始减肥了，因为要新年了。越减越肥呀、啊！越减越肥、啊，我也在雅竹里面可以的。我给你看，这个是我一个学生的一个案例啊，他是用瘦身装跟葡萄柚和丝柏，为什么呢？因为葡萄柚可以去水肿，它可以帮我们淋巴排毒，可以帮助促进我们的消化和新陈代谢。这个他只是用瘦身霜跟加葡萄柚跟那个雪松，他只是一次的按摩30分钟啊，他的腰围有看到啊，从107下到104，整个是封起来的。它不只是这样哦，你看甩背啊，明显吗？你看嘛，掌声一下我们的葡萄柚。这葡萄柚它可以帮助解我们的淋巴排毒 ，OK， 淋巴循环、新陈代谢。你加进去我们的瘦身霜，可以帮助瘦我们的内脏脂肪。所、so, 以不要收到太多葡萄柚的人很开心，可是你要找地方放，不会找不到的地方跟我们的精油宝宝沟通就可以放了。 OK， 来接下来呢，哇，有些要瘦身的特别开心，加上我们的瘦身霜，加上我们羊绒，生孕过后93kg 可以瘦到38kg， 也是可以，不是瘦38kg， sorry，减到55kg，瘦38kg，两年里面，所以讲不可以瘦，可以的。瘦了38kg，一直在高了哦。没有啊，有些讲我不会想要很高山，我老了也山，错，在亚洲里面没有这个问题。那64岁也是瘦得很苗条，对吗？对啊。啊，所以我们这边在亚洲里面呢，越老也是不要讲越老啊，越有年纪还是可以越来越美的。对吧？所以接下来呢，第三个是什么？蓝莓的，谁是蓝莓的的？哇，1、2、3、4、5、6，哇，我们蓝莓的的歌要听一下吗？觉得你们猜得到什么歌啊？妈妈的，哇，就是很温暖，很有妈妈。从我们当中也来有妈妈哦，他猜的北乐是谁？哇，你们要认一下，这些是我们当中的妈妈哦，这些是我们当中的妈妈，她很厉害，照顾身边的人的。所以整天呢，她是蓝莓的是植物的妈妈。所以他是有一个妈妈的心，像母亲这样很细心的照顾人啊。如果你们是他的朋友，很好，他会一直照顾你们。然后同时间他很可怜，他只会照顾别人，他忘记照顾自己。妈妈不是这样啊，像美丽老师讲，他的妈妈会把地板擦到好像可以照镜子，可是忘记照顾自己，对吗？所以老年的人你要顾自己。要爱自己多一点，
啊，你很他很有妈妈的心，可是同因为整天妈妈就会想，哎，早上起来要吃什么早餐，等一下下午要几点带孩子，放学了要煮什么，大儿子喜欢吃什么，老公喜欢吃什么，家婆喜欢吃什么，他都会想那晚要煮很多东西，要准备很多东西，结果最后他每个东西都要做，到最后做不到怎样？责怪自己哦。嗯。因为他很责任感很强啊，所以他就很会很压抑很伤心，到最后所以呢老年的人呢通常睡眠没有很好，你要注意你的大脑，有可能因为你想的很多，可是做不到，想做一百样东西，一天只有24小时，想做一百样东西耶，对吗？所以老年的人你要注意你的睡眠，要放松，情绪要放松，睡眠那一方面不是很好，要调，这个时候用什么好哎？厉害，简老师他们有听到，他们有专心。这老人的时候就是你要大量的用神经系统，要不然来补我们的脑和让我们的情绪放松。这老人的其实在这，刚才简老师也是有分享到老人的真的精力可以很好，所以他其实是，你看他这个朋友哎，他有烧伤，有摩托烧伤。通常磨豆烧伤要用多久时间可以好？三个月。很久，可能它会烂，可能有会细菌感染，可能又会慢慢出渍。会有疤痕。会有疤痕、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朋友他就是用老人的，他就每次就放就滴，这个是一个月后还是没有好哦。可是他滴了老人的三天后，再继续滴九天后。厉害吧，我们的老人的，掌声给我的老人的。你看，他现在一个月还没有好哎，一个月的伤口都还没有好，可是只是区区用了我们的老人的九天，他已经好了七七八八，疤痕也没有什么看到疤痕的。所以我们的精油真的太厉害了，他是我们的，你们是真的是让妈妈这样照顾，照顾得很好，九天就很美回来了。所以这个老人的真的是，我一个学生很好笑。他呢就不小心，他在厨房里面割到手，他的手哎呦不能止血，他老公跟他止不到哦，所以他就快点这样不用止了啦，他就拿两门一直两门钉下去，再钉一只老人的，不到很秒他的血止掉了，哇很厉害。后来老公跟他讲说，你几时还要去公司，对吗？你去买过一只来两根很老人的，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厨房？因为会整天割到手要用的。哎呀，这个比 first aid kit 还重要，这是 first aid kit 来的。所以我们的精油哦，是我们家的 first aid kit， 这个一定每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老人的。还有老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刚才我讲妈妈很紧张，全部很紧张，老人的它是可以降血压，所以这个朋友呢，这个是一个短区啦。他在工作那边突然间他的血压高到180度，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员工叫艾米就很紧张，高到180度有点头晕了，有点辛苦，他刚好生病，他的员工艾米就有一只老年的在身上，怎么办？紧张要 ambulance 都来不及啊，对吗？他就快点把这个老年的滴一滴就放在那个单区的手上搓，快点要闻，然后给他查单血，摆回去这边一次躺。其实过了没有多久，10分钟罢了，他的血压慢慢下来。他这个 office 有量血压的吗？他的10分钟后，他再量，他的血压降回去到110。所以我们的老人呢，就救了一个命，对吧？就下次出门要带本命，要带老人的很多东西要带。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紧急很需要的。来，最后一个，所有糖香的，之前全部都有举手吗？有烧伤是老年的感觉。糖香没有糖香啊？烧伤啊，刀伤。哦。OK。来，糖香是什么嘞？烧伤，烧伤。财神爷，来。哦。糖香就是带财，财神爷。
们用多一点精油，等一下就有檀香出现了 ，OK？ 能量提高就有檀香了。这檀香代表什么？檀香它本身呢是很有自己的主见，老板的油，老板会讲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主见，他的意志力很强的，他决定要做的东西，他是可以成功。檀香也是代表心想事成啊，会想好的就好咯，想不好的也不好哦。但是檀香有一点小小的缺点嘛，老板通常会讲，只有我讲你听，我对，我讲的是对，你讲的错的一定是对，对吧？所以老板是有一点固执啦，有一点小固执。可是因为老板嘛，他会他要注意，有檀香的人就要注意我们的上下口呼吸道，檀香是对我们的肺跟我们的泌尿系统是很好的，所以他要注意他的肾啊。为什么我们造血精油里面有一支最强的是什么？檀香，檀香是可补我们的肾、补我们的肺的，所以要注意我们的泌尿系统，水分也要喝够多。OK， 还有水有其他的味道呢？好像有看到水，有水是还没有举手的香哎，有吗？有谁没有味道的？有些味道很薄的，有些人很薄还是有味道，不用紧，慢慢它就有味道。有些人一闻到是臭的，还是有谁闻到酸的？没有，闻到是甜的，甜的很好，甜蜜蜜的感觉了。OK， 所以代表大家都很好。因为如果是臭的、酸的，或者是药味，有谁闻到有？那有鼻吗？还是没有味呢？这些呢，其实是因为可能那个人的能量都很低，所以这边没有人闻到这样的味道。哎呦，掌声给你们自己耶，代表你们的能量很好哎。所以没有味道这些呢，就代表他要么就是他能量很低，要么有可能他最近刚刚生病，或者是身体刚刚不好，或者是可能那个人不是很相信。他就应酬你，其他啦，不久走嘛，走喽，都来点了，那就走喽，那就是应酬。只是这边大家都很配合，大家都很好，所以你们真的是很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能量呢，是每我们每个人身体所需要的东西。OK， 所以我们自己跟着我们的个性。那么你问我啦，其实为什么刚才老师讲我们的精油，其实它真的很棒，很多时候。我很喜欢整天问简老师，老师包括我那个洗身的人，我会问老师，老师这个人要用什么？老师讲去抽精油啦，精油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真正的问题。老师这个可以用这个吗？老师讲你去抽精油啦。有一次我先讲自己啊，有一次我用了精油一段时候了，我就很有一次刚好就很头痛，痛啊，我也不知道怎样，神经系统也查了，造血精油也查了。止痛的精油啊 ，ginger、chamomile、peppermint 可以止多痛的精油我都查了，还是不能好。吃药？吃药？没有，我还是不要吃药。喂，只要药不好嘛，我痛了整天哦。然后突然间，我老公就跟我讲：“你不是很喜欢抽精油的吗？你不是每次跟你学生讲什么东西都抽精油的吗？那为什么你自己没有抽？”有些时候，我们的另外一半也很好啊，提醒我们哦。有问哦，就去抽精油，抽了四支，我也忘记是什么了啦，没头痛了，抽了四支就不管了，也不看了，就拿那个四支，我就调了，我就查，15分钟里面我查完，从头查到脚，查完喝水，很奇怪哦，不到半小时里面，我的头痛治愈好了。所以你看抽筋就也是很多的，但我们什么都这个掉洗最好用抽筋油就知道我的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呢，这个医务呢，他在印尼的，所以他本身是没事很的，就去咳嗽，咳了很久了，可是都是没有好。通常你的朋友咳嗽你们会给他什么呼吸系统咯，啊不就31号，啊不就造血哦，对吧？可是他客来客去，很他们有给他查呼吸系统，可是还是不能好哦。到最后就给他抽精油，抽了精油才发现到，原来他本身不是呼吸的问题，他回音很强，不是呼吸的问题，
他是心灵的问题，他心闷热，心闷热，因为他烦他的孩子啊，媳妇的问题，他就解决不到这个问题，他很烦，他因为这个事情很烦，导致他有话不能讲，就是卡着卡着一直咳，所以他就开始抽精油，他就每两天就抽，不是抽了看他就能好了哈。你以为有老师讲抽精油，他就会我有学生讲，你讲抽精油，他就抽了，哦，讲解然后他就放车了，他就走了，然后就跟我讲老师怎么不能好的，还有抽吗？有，可是有摸吗？没有，说抽了看不能好的，抽了要摸才能好的，所以他就抽了，他就摸，抽了他就派给老师摸，抽了摸，抽了摸，两个月后，你看现在他的改变。他整个人是不是年轻了？哇！两个月后，他整个人年轻了，他咳嗽的问题也90%好了，然后他的问题还有在吗？他的问题其实还有在，只是他的心情跟他的情绪跟他的思维已经改观了，他已经看得开了，所以他整个人也很改善了，他的问题身体问题也改善，他人也很开心。所以这边呢，我有些朋友你们还没有抽过精油的嘞，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抽去了解这个精油，它其实就放在29支精油这样子抽，它抽出来它会给我们知道来大概怎么讲是怎样抽啦， OK， 所以你就放这手放在上面，如果你有朋友你们有想开马来市场的，或者是有朋友是 Christian 的，小小的 tips OK，你们就不好，可以话啦，有些比较敏感的，就不要叫他用祷告词啦。可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所有的植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对吗？上天创造的吗？所以透过这些植物，它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身心灵。OK， 所以你就放松，最主要是放松，然后就关着眼睛，然后你可以讲这个祷告词。或者是他们不愿意讲了，就叫他们在心里默默念，然后就抽4支出来，可以吗？抽了4支出来，就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代表什么呢？第一支啊，就代表最近的状况；第二支和第三支呢，就代表可能以前一路以来，或者是小时候，或者是家庭背景，或者是遗传性的问题。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讲解完全不东西了，可是没有解决方案啊。最后一支第四支就是解决方法。OK， 所以抽完了那边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状况。所以我们不是有这个 form 吗？就可以给他填，然后了解这个人需要什么系统。所以其实你问我啦，我本身我很喜欢这种主精油，包括我的孩子有些时候不懂怎么沟通的时候，我是叫他抽精油来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一组精油，刚才老师讲了一组精油，为什么我当时候我不是买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我是直接买一组精油的，因为我看了神经系统好像也需要压力不能睡觉，我看了呼吸系统，我的孩子之前也是是哮喘的问题，我本身有鼻窦炎，我也是需要消化系统，我便秘吃了20年的药，你觉得我需要吗？我是需要循环，手脚冰冷，我也是需要，这每一个系统我都很需要，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就买了整组精油。说真的还好我买了整组精油啊。我给你看这个是刚才那个，这是 MC 不是小我孩子吗？这个是我三个孩子，我除了小的只是不同的之外，我三个孩子就遗传到我，我是有鼻窦炎的，我老公也是有，所以我三个孩子都是每个月很准时报到去看医生的。而且我这个女儿这个是什么时候打完针去放在这个地方，那个叫地方，那个打针去医院我来打完针出来哦，全身瘫这样子，他会每三，他就遇到就开始经验，经验出院，经验出院，每3个月准时报到。我而且呢，他整天会一点点咳嗽，他就每天经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
没有想到公司包吗？公司包医药费，但是没有想到一年啊，我的医药费可以高达到刷卡不刷包，刷公司卡刷到包。原来我孩子医药费一年将近50000。哇，一个啊？三个啦。哦。可是也是多啊，50000代表我每一年可以买一辆 MyB 了，知道吗？所以一年50000哎。可是我只是当我虚虚的用了我的，我买了这组精油用在我孩子身上，我调了呼吸系统给他，我调了神经系统给我孩子，又用了免疫系统给我孩子，到现在啊，我的孩子已经，我现在已经9年了，我看医生，不好意思，看医生应该不到10次，也没有到1000块，所以我们的精油是不是好不好？好啊，所以你看，我只是不要不然我每一年都花50000，所以这组精油你问我贵吗？跟你讲，很便宜，真的是很便宜。所以这组精油没有想到，也通过这组精油，跟雅竹的产品救了我跟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就因为只是开始纯粹说，我觉得分享嘛，好东西是不是分享？对吗？都我好多东西我也是分享，我朋友的孩子也是生病啊，我一个。我一个是我女儿的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在这边里面。她也是因为我看到她女儿生病，哎呦，很可怜，一直咳不停。我只是开始拿一个10ml呼吸系统给她了，只是纯粹希望可以帮到这个小孩子快点好。可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的纯粹分享，哎，今天一个事业伙伴也坐在我这边了，所以雅竹这个真的是很棒。所以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只是纯粹分享。我也没有想到我 part time 的时候可以可以赚17000，就好像一年这样子，好吗？才有1个月2万块收入，我不是可是在这边竟然 part time 一个月里面可以拿17000，所以过后在 MCO 的时候我出来，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看简老师他们讲一个月百多千。我讲我的 director 都没有这样的薪水，怎样做这个有一点骗人呢？到过后通过经理老师的教导，还有团队的带领，我也没有想到，当我出来那年班里面最高收入可以一个月去到167000。说真的啦，你问我啦，我在如果不是因为雅竹啦，可能今天我的孩子还是在吃药，可能今天我的小儿子还是要去特殊小孩的学校。可是当做就因为雅竹的产品跟雅竹的事业，让我今天孩子也帮到孩子的健康也找回，也顺便让我也找到多一个事业，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啊。如果你们当中的你们也在想找方法，找方法给你的家人过得更健康，或者给自己过得更健康，我们可以试试看，因为雅竹的东西真的是帮了很多，它不只是一个消费啊，万一看医生也是给钱。可是在这边我们一边救到自己家人，也帮到身边的人，也让自己找到多一个不同的事业，好吧？所以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边，所以这组精油呢你们一定要把它带回去， OK？ 好的，谢谢你。带领我们进行这么棒的体验能量精油测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进入午餐时间。我们的午餐时间1个小时，然后我们2点准时开始上课。那你们吃饱过后，每一